中立的巨大土星环让土星在太阳系中独树一格。不过科学家最新研究证实，土星的招牌土星环正在迅速消失。The data suggests that Saturn's rings are young by celestial body standards, that is, possibly a few hundred million years old, and researchers estimate the rings will only be around for another few hundred million more. CNN 报道指出，根据航海家号以及卡西尼号所回传的资料，发现土星环年纪比预期年轻，约介于1000万至1亿年之间。不过，看似平静优美的土星环，研究人员却发现土星大气层不断升温，而且每天都降下相当于一座奥运游泳池的降水量。要由碎冰组成的土星环不断坠落至土星中，而且此现象已经持续好几百万年。专家认为，之所以会导致此现象，除了太阳辐射外，另一个影响因素跟这个有关，受到陨石影响扰动土星环平衡。但研究指出，至少还要在3亿年，土星环才会完全消失，届时土星将脱下美丽的外衣，独留无垠宇宙。三立新闻谢天豪报道。